Yo！ 嘿，大家好，我是信。好，嘿，大家好，我陈浩。看到前面这个 highlight 呢，就知道这一场金娜啊来头不小了。那我金娜呢，目前呢是这一季排位有大部分都玩勇，玩射手位。那排位打到现在，大概打了六七十场吧。那法师用的不多，那金娜我就用了，应该有个，反正大概就是。十一场里面输一场，好，那当然呢，每个角色都每个角色的王啊。那我们台服又有金娜王，对不对？光头哥，哦，那他的这个出装奥义呢，我也是参考了一下，我就觉得很 OK 啦，很 OK。但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比如说像有些人玩金娜怎么样，他喜欢黏人的感觉，所以他会出冰杖。那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快速累积 C， 就是快速打那种大招，感觉大招就是有就丢有就丢，没在跟他怕，那你可以直接出 CD 鞋。好，那像我这一次的魔纹呢，当然我带了一个那个神圣守护，可以呢有效的让我冲进去的时候，因为金奈开大招的时候，我想这套魔纹真的很屌，你亲进去开灯想看，你开大招是不是可以加速，对，你加速一冲进去，那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马上不叽给你一个护盾，哦，那给你护盾之后呢，马上就再让你加速一次，那是不是你要进可攻退可守，是不是更凶猛，哦，那再加上呢我们用的这个魔纹，还有我们今天本身会撑一点血量，哦，撑一点血量，所以你急攻或助杀，急攻是什么东西啊，急杀或助攻的时候可以增加什么，可以增加你的这个魔量，哦，可以回复一下。那再来呢就是还有另一个，就是减少，哦，减少他的大招 CD 10%，哦，这样10%，10%是算 OK 的。那你知道，像我们大法球丢出去就20%嘛？我们其实最主要是要它的大招的 CD 啊，大法球就20%。如果说哦，你再搭配这个奥义，基本上啊，你带英勇的话，或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奥义部分最多啦，最多我们算也10%。哦，那这样的话呢，叫这个搞什么貂蝉？我这个貂蝉，Oh my god， 被冰到，你看马上加速逃逸。哦，这样就有10%，对不对？或者是你看，哦，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出这个 CD 血，哦，基本上这样奥义落在纯洁在 10% 的话，你的大招 CD 就已经出完一个鞋子，你知道出完鞋子你基本上就已经 35% 了，然后有大招就放，你管它伤害够不够，因为就有大招就放啊，这很恐怖的，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哦，带一个 CD 血。那我们对上的是貂蝉，而貂蝉呢，它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它的被动。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个曼陀珠啊，是无限量供应的，哦，要几颗有几颗，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被动打掉，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伤害是持续的嘛。所以其实金娜蛮好打，是现在目前的 T0貂蝉了。就算你被它冰到好了，还是会死。对，不要被他冰到。对，没错。来看一下这边哦，我们前期带了一个魔纹是可以有一个免疫的，哦。那我本来想说，如果进来有事的话，我就丢这个免疫魔纹。哦，但还好没事。你看，我们强行的直接硬是塔杀掉对方的射手。那下塔收完之后，我们再往其他路去做一个支援。那可以看我们的血量，目前这个金钱呐，啊，哦，经济状况，目前还算不错多。那这边走过路过来清掉中路兵线，这时候反正在我附近，那上路感觉好像需要帮忙。我们看一下，哎，鱼人的血量不多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免疫啊，还有一个闪现 ，OK， 大招直接给他转起来，闪现粘起来，叭叭叭棒，直接收掉。这时候貂蝉也冰不到我，如果他冰到，我们就直接给他开免疫，没关系，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的啊。那这边的话，可以看我们队友在对方红区肆虐。那我们这边队友准备要包夹这个貂蝉嘛？你可以看到我大招再过10秒，但队友好像很急，完蛋了，有要被冰起来了。我们在这里持续做一个这个普攻，只能做普攻啊，没办法，很可惜我们一个这个，我觉得这样换是有点太强硬了，这样换得太强硬，就是直接被换掉一只，但塔还没拆，这蛮可惜。这个换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换。好，那我们到中路的话，你看中路，因为对方貂蝉刚刚被困在上路了，所以他中路直接被拆掉，所以呢，算起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换，哦，这换还可以接受啦。那由于我们是佛伦打野，哦，佛伦打野，所以他不需要蓝 buff， 那我直接接手他的蓝 buff。我们看一下，下一件装啊，下一件装，如果呢，哦，如果你比较小逆风的话，你可以出生命法杖。哦，你想撑 CD 也可以出生命法杖，但如果你顺风的话，你直接给他那个，
面具啊，面具直接给他出下去是 OK 的。那金娜在前期出生命法杖其实算就蛮强势的，因为你的坦度会大大提升，你的吸血量什么的哦，增加的量是比一般法师要多，因为我们常会用普攻去攻击别人嘛。那魔法伤害呢，还是需要普攻的，普攻打出这个魔法伤害的时候呢，吸的血量会比较多。那我们金娜进去用大招之后，其实还是蛮常使用这个普攻的。好，那这靠貂蝉，没粘到我，兄弟啊，好，他以为我要过去了，但没关系，你可以看到大招转完之后，再过大概15秒，又有大招。金娜大招是很痛的哦，你不要这样看的，大招这样来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很凶猛一件事情，你看看锦的大招又没很痛，那射完之后多久才有大招？特纳是大招更久，哦。那我们看下上路那边好像有点小麻烦，不过呢，我们中路中路没兵线了，这时候我们就到草丛里看一下对方的血量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 poke， 看样子是没人可以做 poke，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就好。鱼人如果走过，我们大招给他开起来，那惊一下，惊照，好，那现在有一堆兵线来了。可以看到，我们人好像完了，这边这时候就可以用免疫。你看，我们免疫直接开在正中央，那直接打到伤害基本上打到三到四只啊。这边有点可惜哦，有点可惜。但我们最后队友都没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少打多嘛。那你可以看我们另一只凯撒路在上路拆，但很可惜是没拆到。不过刚那一波也还好啊，被对方被吓的一个直接跑掉。来，我们看一下 CDU 好了，大招 CDU 好。这边先一个弹射之后，貂蝉想要剩一半，我们大招直接转进来，那预备一个闪现，准备逃逸。好，闪现直接拉跳，对方的纳克鲁斯还想弄我，但还要我们佩纳来接我，快给我奶，快点，快给我奶。OK 的，哇靠，等下对方人太多了，这边可能不能打，这边打起来会很危险啊，很危险。你看到我们这个佩纳很像什么？一个专车，你知道吗？这马上，哎呀，小朋友下课啦，下课，然后冲过来，然后给我奶，这样。我说这幼龄儿童。还在喂母乳的一个阶段了。好的，那我们这边顺利的把蓝 buff 翻掉，自己加蓝 buff。那这边再出一个减 CD 的，那再来的话看到上路基本上应该是不用过去了，上路这样应该是打得赢吧。特拉是在后面哦，可惜我没大招也没闪现，不然如果刚那个时候我闪现跟大招，我会直接大招开起来要闪过去。那可以看到对方呢现在在中路在中路想要坏，这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烙背，我们找一下对方的软皮，看到对方貂蝉咯，那这时候直接进场，你可以看我们佩纳鸟鸟直接解掉这貂蝉的大招，那对方瞬间嗝屁两只啊，好惨啊，不过我们塔也掉了，但是还可以。好，那下一件装一样出一个这个减 CD 的恶魔的微笑，我是蛮喜欢的，蛮适合金娜的。我们直接再给他打上去，这一套装备可以看到并没有出太多的所谓的一些攻击装但是我们的伤害是很足够的，那坦度也很足够，所以我觉得金娜也没有办法晋升 T 0法，所谓 T 0法可能还没到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但我觉得已经算是这个T 1以上 T 0未满，但可能就差一点点，因为金娜真的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保牌能力也非常好，问你一只刺客冲过来，然后你金娜在射手旁边开大招，请问一下，那个刺客不会吓到一个大型手段是什么？一定会嘛，是不是？那吓得完全不敢动弹。那你看到对方现在，塔内下很多人啊，兵线准备进去，但对方特纳斯居然有蓝、红 buff， 这边一个曼陀珠过去弹射，我们现在曼陀珠其实蛮痛的。那你可以看到这萨尼硬是想要走到我们旁边推进去。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闪现，我觉得可以啊，算了，我觉得不行，离我太远，我怕过去被冰了，你知道吗？在那个位置被冰就没办法，因为如果是大刀直接冲进去的话，是可以。来，我们看一下 CD 怎么样，又要好了，我们准备要再冲刺一次啊！哇，跟我们队友说发起进攻，佩纳保姆来喽，貂蝉来喽，一个闪现啊、被冰到还好了，但是冰在外面，就是我们没有受到塔的伤害，那就还好。那这边蛮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个貂蝉没死啊？你们刚好看到貂蝉有多惨吗？就是佩纳居然没把他打死，因为很奇怪。看到对方木头是走到旁边，直接大招给他。去哪去哪？OK， 好，最后还是死了。好，中路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中路。
那个罗斯先不要，他想骗我们大招，想骗我们尿尿，不想骗我们开大的地方，想骗我们开大的拇指，也是尿尿的地方啦，因为我尿尿的时候都用大拇指扶。哎、欸，这边有人被冰到了，好可怜哦，直接死去，我的妈！这哦，你看到我在旁边逍遥自在，啊，队友拆下了兵线，我们在中路把兵线给整理一下。你也看到我们这吸血的效果，其实还不错。那这边看一下，哎、欸，对，好像残血哦，大招给他转进去哦。那克鲁斯先嗝屁哦，你看到这移形换影之术哦，稍微一个漂移，漂移，嘚儿漂，嘚儿漂，嘚儿移的漂就漂出来了。OK， 好好好，那上路呢，兵线呢已经卡在那边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吧，在这里闲晃哦，闲晃。来来来来来，那直接吃这个古龙，你可以看哦，其实啊，我们吃这古龙啊，你没有到很快，但你没看到，又把它剪掉了。就是吃古王还是要一段时间。那我下一个出贤者领域，我喜欢，我蛮喜欢贤者领域，它有加血量。哎、欸，等一下，我被冰到了，我被冰到了。哎、欸，等一下，我被冰到了。哦，这边有凯格路是，哎、欸，跑凯格，凯格干嘛？我，哎哎哎哎，这凯格骗我一个闪现啊，挂机就挂机，骗人家闪现干嘛、啊、？Oh my god， 骗人家，骗人家，不是啊，太扯了，骗人家开大就算了，骗人家闪现，没有道义啊。好，那我现在有这个有这个凝霜宝珠，好像蛮痛的哦。好，算了算了，放弃放弃放弃。这个又想要骗我大招的地方，你看你这边被推一下，不过没关系，有凝霜宝珠，对方你看，好、哦、血量还是满的，血量还是满，对方完全拿我没辙啊，完全打不到我们啊，你看到没？很凶猛的啊，很凶猛的啊。哎，又被冰到了，我的妈啊！啊，不过没关系，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慢慢的、慢慢的啊，小心的，偷偷摸摸的啊！我很偷偷摸摸。这边、哦、你看啊、哦，我们大招准备要进去了、哦。这边是一个我standby好大招，找到这个插缝的位置，就准备要大招硬上的一个地方哦。但现在又没有了。好，算了，好算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准备要了，准备要了。好，算了，又没事。要不要打？要不要打？要打了吗？要打了吗？打了吗？哦，这边可以，就是这个位置，直接大招转进来嘛。我们一直在 stand by， 在找一个好的切入点。虽然我们大招可以想用就用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时常的观察一下啊。哦，眼观四海游龙，耳听八方云集。OK， 好，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就到此结束啦。那如果你对我影片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那你觉得呢？哪一只法师是你心目中的？你就讲自己最拿手的哦。你觉得哪一只角色是你心目中的 T 零法师、现法师，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就先这样喽。See you guys， 拜拜。啊，对了，我有可能下礼拜会在 Facebook 开始直播，那就先这样喽，拜喽。